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。现在股市该散集了，没人了，然后咱粉丝要捡漏一个阿拉斯加，这个时间好砍价，来，我们给他盘一个。来来来，看一下这面有一窝哈，还没走呢，这个时间好砍价，来再盘一个，给他选一个。来，哎呀，漂亮漂亮哈，还有红色的。再看一下这个公的啊，看一下这个公的，老铁要个公的哈，那就拿这一个。对，这个最漂亮，这个公的，体型骨架都非常过关哈。这要多少钱，老板？啊，改捡漏，1600，1800，改捡漏了。这个时间你便宜，我直接给你标了。啊？没洗澡吧？这个你看皮的，你看他皮的哈，你看他皮的，行，这骨架挺大的哈，哎呦，赶我的手大了哈，城市的猫站姐打理打理更漂亮，对，一洗澡绝对漂亮哈。这个你城市的一个价格，这事人家都走了，你也没走。我还给你三十五十一，啊，我1600块钱。1600，我也没给你还价，我也没给你还价了，1600，给你800卖呗。哎呀，不行了！不是胡扯，这个时间我想着捡漏，俺老铁想捡漏，人家都是上没人了。多少钱卖？省事的事情。1600真不行，我这样我不乱给你，1200块钱。200块钱，1500。多少钱？1500。1500不行，这个价格还不行。你价格1500。哪有那高的价呀？阿拉斯加都得1700的。哪有那高的价？俺想捡漏啊，这个时间。呀，这不捡漏都给你降了，原来给你降2倍，再给你降1倍，1500块钱。我不乱给你，我再给你降50行吗？1250，250。我给你降50，1450。1450啊！听说你明白的了，你想1400卖，是吧？就1400，你想1400，你想1400，我不给1400，给1300行吗？不卖，啊？不卖。你涨吧，我不乱给你了。你打心里想就是想1400了，是吧？你打心里想就是想1400，你非得挂个450。我想1500卖的，知道吧？我卖1600。行了，1400我给你秒走吧，现在都该走了。给我捡了一个，行吗？你别1400了，1450了，1400，直接检测。1400，行吧，迅速检测。你检测，你然后你回家，行吧？卖一个少一个，来，咱检测啊，咱给他检测，咱给他老铁检测一下哈，打包发货。现在检测那个全纹细小冠状哈，检测全纹细小冠状。这个全纹细小冠状它是潜在的病毒哈，咱肉眼看不出来。在狗身上选狗，咱最好检测一下，因为这个狗它潜在的病毒太厉害了，尤其是细小和全纹哈，它致死率特别高，治愈率特别低，因为咱肉眼看不出来哈。咱正好看一下这个怎么检测的，和宠物店一样的，取大便哈，这是取大便，报菊，测那个细小冠状。这是测的细小冠状哈。看一下，它和测孕试纸一样的道理哈，一道杠就安全，要是两道杠就说明中标了。看没有，稍微等一下吧。然后再测一下全纹，测三项，冠状是细小的前兆哈，细小的前兆，刚开始拉肚子，有时候严重一点它会变成冠状，然后时间长了它会变成细小，然后全纹是取眼屎、鼻涕、唾液，然后这个狗狗哈，从咱外观上看哈，从看它的鼻头，精神方面目测是健康的。下面测的是这个全纹哈，这个检测全纹细小冠状就是这种检测的哈。来，再等一下哈，等一下结果，再等一下结果，看安全不安全，然后给他打包发货。看到没有 ？CPV 是细小 ，CPV 是细小 ，CCV 是冠状，然后 CDV 是全纹。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已经走到头了，稍微等一下，等个1分钟2分钟。再等一下更新哈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检测的安全哈，都是一道杠，看到没有？都是一道杠，就说明这个狗狗是健康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咱给它带走打包发货哈，带走打包发货。下架的是这一个哈，红色的阿拉斯加，现在在托运部哈打包发货，现在是打包发货的现场托运部哈，看一下，
这面你看，发往全国各地的都有啊，全国各地的都有，看到没有？这面是打包好的，看到没有？保鲜膜包的，保暖措施做得非常好，然后中途还有工人喂食喂水，照顾得非常好。你看这面，他用箱子包起来的，看到没有？保暖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哈，这些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保暖措施，保暖措施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面有拉布拉多，有拉布拉多金毛，看到没有？还有金毛，看到没有？金毛拉布拉多都有哈。这面还有法牛哈，法国等于犬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漂亮的法牛，看到没有？在评论区留言，家人们，评论区留言。